哦，对哦，这位林先生讲是恁约伊来的。是，你先出去，暂时卖有联络，你礼拜。是。 刚不查到啥？阮世界调查已经查出伊两个人的关系啊。这份啊，就是阮调查的报告，甲一寡资料，请你过目。董事长，啊，若无啥物代志，我要先离开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随时甲卡电话甲我讲。多谢你。 吴清源，旧名叫吴义德，有一个自细汉斗阵大汉的厝边。吴清源咧大学时阵，两个人捌交往过，因两个是咱女朋友的关系。吴清源的这个女朋友，伊的名是周丽君。 若是无你，就无我今仔日的成就啊！袂当这么紧，就坐到董事长这个位，你是上大的功臣，互你辛苦啊！主席，妈知影，这一路行来，你非常的辛苦。 你比别人较认真，嘛比别人较打拼。妈知影，你安尼做，我那是为着你家己，更加是为着妈妈。从今以后，咱母仔囝，唔免阁提心吊胆过日子啊，也袂阁受到任何人、任何代志威胁啊，妈妈。 妈妈总算是会耐心啊！紧个打电话恁爸，看的人怎么了？好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安总，还是关机。 吴群，钟永丽，有存在董事长无？还未啦，拄则有去办公室找过，董事长无伫咧内底，也嘛问过其他楼层的主管，也拢无看到董事长的人咧。我毋是叫你调监视器来看卖，看八卦有伫门店。有啦，拢有看过啊，但是目前哦，监视器翕到的画面，拢无董事长的形状啦。妈，敢毋是爸袂记你今仔日要开记者会，所以还未来饭店啊？ 无可能啦！我昨昏就一直甲提醒，皆毋管安怎，一定爱会记咧今仔去遮回事，甲伊无可能会袂记咧。我头开刀非常的久啊，拢无啉水啦。啊，葛老师长，啊你找我啥物急事啊？我今日本来嘛足无闲的，啊毋过意外间，知影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对我来讲真重要。 必须要找吴医师，你来求证、确认，所以我才亲身走一逝来找你。刚刚准生的心事，却被当初你发现了，哎呀，我得想办法，替准生暗藏一件代志。